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今天带来一期拳皇98赛连击版比赛解说。这场比赛是拳王千王大战苍井空，双方的玩法三问随机，这两位是三问界的扛把子。拳王千王用龙二首发对抗苍井空的包子镇元斋，看这一波的操作谁更强势。因为三问的话打的就是一个花式，一个新鲜感。哎，看到龙二就是十分的亲切。现在龙二做好一个防守，但是还是被尤哈亚打中。包子的伤害是非常高的，在没暴击的情况下就会打一套很多的血。反面尤哈亚空中接必杀，拳王千王血量不多了，苍井空只需要再来那么一些小小的一套就可以带走。但是拳王千王应该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啊！拳王千王逆向过顶，这个小跳逆向绝了，小跳逆向压起身，大招过去抓过来，断头台，后面踢杀，啊扔，自己带走。来看下一个回合，第二个回合，咱们来看苍井空的罗伯特，红衣服罗伯特。罗伯特首先怼个波，哎，弹个霸王向后全先。弹完以后，罗伯特还是中招了。龙二刀子劈杀，蛇鞭接必杀。哎，这个必杀好像出的有点错误，应该是接断头台，他接了个抓的。这龙二总想用小跳逆向压起身，而且每次都压的还很准。现在劈杀蛇鞭接必杀又来了，一气呵成扔板鞭炸一下，然后板鞭抓大招上吧，揪起来，揪起来一个大招鞭尸，帅呆了。这就快速来到第三个回合了，苍井空只剩下一个雅典娜了。现在雅典娜近身过来跟轻攻击，这种强度没有用。好，拳王亲王找机会看能不能操作一套。哇，吸被吸了，被吸住那可就完了，拨一下跳飞地直接带走，被吸住肯定就跑不掉了。现在看第四个回合，拳王亲王的金加番金馆长。好，金馆长一个前跑，雅典娜也是一个暴气，暴气之后跳地压起身，后面金馆长再次一个前跑，雅典娜又一个反身位，但是被弹飞啊！大战中断旋风腿，雅典娜吸没有吸住，旋风腿飞燕斩来吧，这个接的漂亮，大招上，空中没有气了，哦，比基尼也给打没了，这一下真的把比基尼打没了。这个雅典娜大招好像有点乱出的，但是苍井空他又来了一套大招上。苍井空之前对一般都是跟蝗虫打的，一开始是吧，现在也是进化成一个非常强的高手了。闪现过来发波，就是修 K 没有用，飞燕斩来了，拳王千王还可以再撑一下，哎，看来还可以拿下呢。凤凰剑顶飞燕斩上天，飞燕斩再上天来乱，苍井空血量不多了，一个修 K 直接带走。好，下面来看下一场。现在拳王千王拿一分，下一场要来了，精彩的要来了吗？是美代。下一场的话，继续三问随机，看苍井空这一把能随机到谁？他还是比较谨慎的啊，这个随机。哎，这一把苍井空随机到了拉尔夫。布莱恩还有真武，这一局怎么样？双方的打法都是抓到机会就是下死手，连招还很花式。现在拳王亲王用夏尔米首发对抗苍井空的布莱恩，精彩的是不要来了，一个转腿接一个甲，距离不够，哎，轻腿起手抓撞飞起来，空中 CD 弹跳。夏尔米刚才应该是被吓到了，这么狠的压制吗？转腿接甲，哎，很犀利的一套，思路没大闪耀，然后再用夏尔米狂欢把他抓住。苍井空还有半管血，但是他还有机会翻盘，因为他这个角色啊是一个强度非常高的角色。又被抓了一套，那就很难再翻盘了。夏尔米狂欢之后飞过去夹一下，带走，让他尝一尝海的味道。海的味道也只有苍井空知道了，现在。现在苍井空下一个拉尔夫现身，先给了几波亲吻。第二个回合，看拉尔夫来了。好，拉尔夫快速跳起来，晃一下，压起身，轻推叠杀，哎呀，疾跑拳，再一个抱摔，漂亮！摔过来之后，一不小心被抓了呀。
赵婉舟跳起，被抢空，对手又一个转腿，转腿凹就是了。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责任的样子。夏尔米应该又要转腿接夹了，看又来了。苍井空该如何接招？看来很难接招了。一个大招，然后再接夏尔米狂欢，把他抓住，扔过去飞一下子。好，苍井空血量不多了，苍井空起身就大招空，疾跑拳取消，逆向来个过顶，又被夹了，把他抓到角落。好，搞一搞，直接带走。现在来到苍井空最后一个角色，第三个回合，苍井空最后一个真物了，这不好打的呀，想以一敌三很难的。虽然说真物有无限连，现在真物找机会清退点杀荒野毒药，板边毒了图，大招接上去带走，直接 KO。 下面来看拳王亲王下一个角色，第四个回合，拳王亲王的大猪皮皮猪。好，真武暴气，小脚一掀，真武稳住，轻脚点上，开启连招。好 ，CD 毒了图，荒咬接住，接起，好来了，超杀可能要上了，感觉这个伤害有点不够啊。跳 CD 两次，伤害以后越来越低，因为有连招修正。大招上去，好，大招再上去。真武的气越打越多，哎，突然发现这就很厉害了，再来一发，然后连招中又挤满一块信，哎，中间断了，断掉了。但是大猪已经不行了，这一套秀的相当完美，大招强反，哎，这是好了，大猪没了。现在看拳王亲王下一个游历，第五个回合，游历够不够强势呢？看一看啊，游历直接暴气。暴击出飞翔拳，真武取消，也被游历升上去，清水两点旋风腿，由真武继续一个踢，啊，机会来了，大招游历又一个升，后面起身以后，小游历找机会，飞翔拳怼一下，啊，然后暴击，真武也暴击，好的，暴击以后找机会，爆一下，轻脚一点，大招伤。轻脚一点来了，天阳大招又上了，这一局有翻盘的机会，只要他不失误就没有气了。前往前往血量不多，雷皇拳撂倒，扔到角落，升龙旋风腿飞翔拳带走了，还是贵了，差一点点这真武就翻盘了，比分现在来到2-0。接着看下一局。好，下一局继续三稳随机，这一把的话苍井空八神游历还有柴州，看这一把怎么样。现在八神手底，拳王亲王用大门首发，连拿两分之后啊，拳王亲王还是很稳的。现在拳王亲王发动猛攻，头上符跟一个踢，哎，苍井空气势有点减弱了，但是这个柴猪的烈火掌够劲儿，双断大蛇踢，哎，最后有点慌，看柴猪能不能再用一个中断起手来套路大门下。走，大门跑抓天地反，很快的一个速度，近身扔，近身再扔，近身给他来个连续扔，地狱绝落上下地图上跟摔，第二次抓超大外哥，抓里头，然后再抓超大外哥，对手肯定觉察到了，觉察到以后这个就不好办了。哎呀，哎，骗升龙，最后用蓝之山吸过来，这个蓝之山应该是串招了吧，用蓝之山有点浪费了。第二个回合苍井空的游历，黑丝游历，游历一个雷虎皇拳先跳飞地，跟一个下中脚游历反身位，一个反跑，轻腿压住起身，前轻腿撂倒了。好，下面来看下一局，第三个回合，第三个回合拳王亲王的猴子，猴子直接暴气，
暴击之后好像有点问题，暴击之后被尤里给反抓了一个暴力掌击，飞翔拳跳在地，升龙旋风腿飞翔拳，然后大招套下子，拳王拳王血量不多，尤里又压过去一趟呢，这下就可以撂倒了，直接带走，还秀黑光啊！好吧，苍井空是彻底爆发了。第四个回合，拳王拳王的莉安娜，最后一个角色，莉安娜直接爆气，两点旋风腿，莉安娜进行一个折，没有折到，尤里两点旋风腿升龙大招上去吧。好的，落地追加旋风腿，直接带走。苍井空是终于拿到一分了，幸好没有被剃头。现在进入到下一局中，下一局拳王亲王用谁首发呢？来看这把苍井空有一个琢磨，他果断用琢磨手底，看来他认为琢磨的强度还是很高的。现在拳王亲王用镇元斋首发，镇元斋先给他来一个顶，哎，再一个顶，顶顶顶，顶完以后，镇元斋再来一个顶，不料还是被扔了呀！扔起来撞，镰刀腿收割，空中 CD 镰刀腿再收割，可以呀、啊！收割完事之后抓起来，没有抓起来，轻巧切入镰刀腿，继续一个收割，尾镰，稳稳的尾镰。苍井空是慢慢找回自己的节奏了，前往前往下一个角色出马，第二个回合。来看拳王亲王的草剃柴州，好，柴州想试图压起身，再压起身，继续压起身，烈火掌，轻腿重手，烈火掌起手来吧，烈火掌烧，大蛇剃走，烈火掌起手再来一发大蛇剃走，地波哎没跟上被抓了，撞，镰刀腿空中 CD 镰刀腿空中一发必杀技六六六。好，一个闪身，后面柴州跟上去进攻，头技拆掉，地波跟上去压住起身，升龙取消，好漂亮，柴州一个非常漂亮的跟啊。现在来到了第三个回合，苍井空的安迪出手，哦，安迪轻腿气手打气头也开始了，取消升龙，升龙逆向，哦，逆向没有打好，柴州三次烈火掌接大蛇蹄，再用烈火掌接住，再接大蛇蹄，继续 CD 弹跳大招，伤害打满，地波升龙再跟，哇，刺激了这一套，然后一发地头以后啊，安迪已经招架不住了，很刺激，苍井空也只剩下最后一个琢磨了，这一把看这个琢磨这一把怎么样，先来个波，哎，柴州起手烈火掌烧，双打烈火掌，龙虎乱舞，琢磨也来，哎，又被升，龙虎乱舞把波先两点三点飞翔脚开始吧，跳在地波前倾手，好的带走，拳王亲王只剩最后一个角色了，接着看拳王亲王最后一个角色玛丽，第五个回合看玛丽这一波如何操作，跳飞地直接上大招，琢磨轻手前轻手，玛丽一发升龙甲逆向过顶，哎，头气被拆，先发波升龙甲又来了，玛丽一个超杀玫瑰吸住，琢磨只能进行强反，跳飞地两段前轻手撂倒，落地中段起手飞翔脚，继续一个大招烧了，超必杀，好 CD CD 两段前轻手再撂倒，现在拳王亲王血量真的不多了，飞翔脚直接龙虎乱舞啊，二比二了比分，这局打的是真刺激啊！接着看最后一局了，第五局巅峰之战那一局，第五局的话拳王亲王继续三问随机，这一把真悟哈维帝还有猴子苍井空 King 洛奇还有不知火舞，看这一把怎么样，拳王亲王用哈维帝首发对抗 King，
捅一拳没捅到，就是重拳摸奖，直接落地起勾住，连到腿收割，建议玫瑰勒旋风踢空中接一发必杀技，好，很帅。哇，没有起身，听试图打个尾联，现在哈维蒂想破中段，看这个情况，但是破不了，又中招了。好，拳王，拳王再起身，被抓住了。哈维蒂要打上一套，来一发快拳吧，叉叉叉叉叉叉，一发组合拳接入必杀技，让菲西跳飞地，跑拳要残血翻盘吗？两发炮拳，跳飞地 low 两次，捅一拳。好，后面苍井空血量不多了，苍井空只能发个波了，发个波也是蛮帅的。就这样把他给拿下了啊！第二个回合，拳王千王的猴子出手 ，CD 直接上大招带走。下面来到苍井空下一个角色啊，这一局很意外，而且也很快。第三个回合，苍井空的洛奇出马，洛奇旋风腿被猴子旋风腿旋风直接上了。哎，洛奇两点三点也上了，今天怼的都很刺激啊。落地扔，好，其实后面苍井空还有个不知火舞啊，这一局的优势的话，苍井空优势更大一点，可能苍井空是最后的赢家了，而且还有一个会用的洛奇，拳王亲王只剩下一个角色了，不好打呀，他只剩下一个真武。好，真武跳飞地，跳地压起身中断起手，毒咬荒咬来一套，大招取消，落地顶死了。好，轻腿右折下盘，中段起手大招上。现在苍井空剩下一个不知火舞姐姐，好看不知火舞姐姐这局能玩的如何。第五个回合，看不知火舞姐姐摇摇晃晃的又出来了，轻脚起手直接取消，大招上去接必杀，中间再取消拢车上去了。哎，好，重拳取消前轻腿，中段起手再来一发，但是被不知火舞直接反锅，反锅以后压起身被高 CD 真武再来一套，压起身，哦，被摔了，扔上去来一发，后面拳王亲王只剩下半管血，但是他又连上一套，他翻盘了，他翻盘了呀，没想到的一件事情这是。大家来不关注，每天更新精彩短视频。